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到行山交易乐。咁今日我带你哋行马鞍山吊手岩。吊手岩系一个出咗名嘅危险地方，所以今次路径一定难行噶啦。咁大家要注意下嘅。最近我听到好多新闻话，好多人咧掉啲口罩喺个行山路径上面，所以而家呼吁行山人士唔好随便掉垃圾喺郊野公园啊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开始正式上山啦。我哋咧首先会上吊手岩嘅山顶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呢度一定要手脚并用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戴手套啊。行行下，我哋到咗一个最靓嘅打卡位。打完卡咧，就要迎接更难嘅山路啦。大家可以见到咧，呢度系有绳嘅，喺度可以证明咧个斜路真系好斜，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啊。经过吊手岩的山顶之后，我们还要行多座山才到马鞍山山顶的，就是牛压山了。终于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了，大约行多半个钟就到达最高点马鞍山山顶。各位观众，咁我哋已经到达702米高嘅马鞍山，我哋好艰苦咁样经过咗两个山头，咁我哋终于到达啦。咁经过咧，我哋行完马鞍山之后，咁我哋就会开始落山噶。咁我哋落翻去马鞍山烧烤场。总括全程啦，虽然今次咧要挑战非常危险嘅吊手啊，但系沿途咧都可以见到沙田啊等等嘅风景。如果你对行山有啲经验，都可以试试挑战下呢条路径啊。如果你系冇乜经验嘅行山人士，可以叫下一啲强嘅行山人士嚟一齐挑战。如果想见多啲风景而唔想遇到雾嘅话，可以选择喺蓝天无云嘅日子去行。如果想再睇多啲风景嘅话，我建议大家可以经昂坪草原。而去到西贡作为终点，因为今次我有啲赶时间，所以我哋会去翻最初嘅起点作为终点嘅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去翻马鞍山烧烤场。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多谢收看，拜拜。